酸奶居然有了意识，而且还和最高领导人谈判，要租借俄亥俄州100年，而领导人居然还同意了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原来研究人员提取出特殊 DNA 菌群，可是他居然偷偷把它带回家了，因为他要做酸奶。没想到当晚菌群在酸奶中却有了认知能力，当他再次想喝酸奶时，却惊愕地发现了上面的字体。酸奶要求见最高领导人，而后他说他们族群已经攻克了人类无法攻克的社会难题，并决定向人类提供治理方案，条件是将俄亥俄州租给他100年，如果不答应，那么他会去兔子那边，兔子会把一个省都给他。于是酸奶顺利得到了俄亥俄州的100年租期，而后酸奶上交方案，这个策略可以一年内完全抹除国债，可是却强调一定要完全照章施策，不能出一点偏差。可是由于专家的建议，他们开始对酸奶的提案胡乱改动，却导致了全球经济萧条，社会更加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酸奶租借的俄亥俄州幸免于难。领导人再次找到酸奶破解困局，酸奶却告诉他，你们的专家是专门制造问题的，而不是解决问题的，所以让我来。领导人只能让位给酸奶。可是由于酸奶获得了最高权力，反对者们便不断进行抗议活动，全球混乱，股市大跌不可避免。可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5年之后，地球模样大变，人民安居乐业，生活物资极其富足，再也没有所谓的专家胡言乱语，再也没有人在抱怨酸奶，他们都在夸赞酸奶的丰功伟绩。可是人类没想到的是，酸奶已经研究出超光速火箭，他们正在不断向外太空发射一颗颗飞船。看样子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地球，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可是剩下的人类迷茫了，一旦酸奶离开地球，我们人类该怎么办？这一集你真的看懂了吗？